老花医每日一答，回答一下臭宝们的氧化问题啊。说老花医啊，希望有空帮我看一看满天星叶子上面呢有密密麻麻的小黑点儿，整株枯萎了，结籽了。像这个臭宝呢，就是积水闷根而导致的，它烂根，烂根之后呢，整体的一个枯萎所致的。满天星呢，虽说是喜欢光照，但是花友呢，你要 get 这个点，它喜欢光照的时候呢，肯定会发蔫，即使是你浇了水，它还会蔫。为啥呢？因为通风好啊，因为蒸腾量太大，它的根系是吸不上来水的。这个时候呢，是由于吸力过大，就是说空气湿度不够，所以说很多的花友呢就拼命的浇水，而拼命浇水的同时呢，它用到的这个托盘和这个花盆呢，是密封性特别的好，就是不会排水透气的，导致的一个积水沤根。所以说臭宝啊，一定要 get 这个点。大家在养花的时候呢，尽量把花当成一个人一样，你别老是想着啊给它泡脚泡脚，你看谁泡脚也不能说一泡一整天二十四小时泡着吧，你得有一种透气性。你看是不是很多泡脚的那种足浴店里面有带着那种气泡的一个足疗会效果更好啊等等一系列，一个是按摩，一个是透气，是不是？其实植物的根系差不多，但是你不能把它完全当成人的脚，因为植物的根系呢还是需要一定的水分来维持它的一个滋润的。下个臭宝说，薄荷呢最近开始焦边黄叶了，已经掉落了。我要跟花友说什么呢？像薄荷啊，它就是一个杂草。我就经常开直播的时候开玩笑啊，跟花友们说，我说你如果说跟谁们家有仇，你就往谁们家院子里边种薄荷，你种下去一棵，它只要不管，有它三年，它满园子全部都是薄荷，它的生命力非常的强大。好的话说，为什么我养不好？第一就是咱们的一个光照，薄荷呢是喜欢光照的，没有光照呢它会发黑。有的花友说，老花友，我这个薄荷叶怎么发黑了？哎，所以说你要 get 这个点。还有一个呢，就是发黄，刚长出来的叶子黄呢，就是稍微有点缺营养，这个没什么事，你只要光照给足，很长了的时候你自己适当的修剪，它就像韭菜一样，如果长得过分长，它下面就秃噜秃噜掉。哎，这个东西一点都不难，我就跟花友们说，如果说家里面没有条件呢，可以找块地，上班上下班的路上肯定有一块地能让你种下去，你种下去别忘了给它浇水，你就天天过去收薄荷就行了。要是我说。这个啥情况？是不是这两天有点旱了呀？这是臭宝的一个月季啊。其实月季出现焦边呢，就是缺水。好多话说，老花爷，你不是说月季耐旱吗？是，我说你扛揍呢，都揍你，你受得了吗？你不想想这个事，这个就是有点缺水了，宝。下个臭宝说，苹果树啊，最近枯了一半啊，可能是什么原因啊？买来的时候挺好看的，买来的时候确实挺好看的，这个花友呢应该就是水大的一个体现了，因为上面呢都有那种发褐的一种卷，这就是水大导致的烂根，然后呢又强光暴晒之后呢它就开始枯萎掉了。所以跟花友们不止一次的说哈，人和植物是有相通的一个道理的，它的一个浇水呢就像人喝水，没有人固定谁多长时间必须得喝多少壶水，对吧？而是说你渴了就喝，不渴不喝。植物也是一个道理，你别总是喝，跟人一样，你总是喝不要紧，是吧？有喝茶有这一说，但你总是喝，你会去厕所。所以说花友们呀，你给花浇的水多了不要紧，你用它的盆土是不是很排水透气啊？通风整体是不是很好啊？你要 get 这个点。所以说记住了，干了就浇，不干不浇，干透浇透，盆土要保证排水和透气。那现在怎么办呢？现在能办的就是说控水，你等到下回干了再浇，每次都这样。然后呢，等下次干的时候再施点肥料，让它慢慢的再长起来，再缓起来。现在还可以缓，你就别再寄过来了。你要让我寄过来，我就倍儿巴的也是这样缓着。所以说臭宝呢，就让它缓着就行了。四月份是长寿花的小苗，缓苗干啥呀？我就发现好多的花友呢总是提到缓苗这一说。其实缓苗哈，你要了解的是什么？它不让你暴晒，不是说不让你见阳光。缓苗不是说让你放到一个阴凉的地方，一点风不通啊，就搁那闷着，不是的。你比方说你收到一盆花，它如果是原盆原土的，根系又很棒，你买回家以后正常换个盆入点土，你正常养护就 OK 了。如果说你买的这小苗，你就把它当成小孩一样，对吧？让它别那么暴晒，别那么恶劣的环境，就是人待得很舒服的那种。哎，光照呢，温温和和；通风呢，哎，温温和和的，有那种凉风习习的小感觉，它养的一样很棒。长寿花呢是短日照植物，然后呢我看一下你这个照片，这个我看了一下，就是略微的有些缺水，因为下方的叶子呢都已经发黄了，好吗臭宝？也不止一次的跟花友们说啊，就是大家在养花的时候啊，尽量买一些个壮苗，而也不要买那种很老的老桩，也不要买那种很小的小苗，就买那种壮苗，买回去就养，其实上下差不了几块钱，这样的话会降低很多新手花友的养护难度啊。下个臭宝啊，坐标内蒙的，靠阳台养护的米兰呢，开始这个黄叶掉叶了，
是温度不够吗？还发黑掉落了。这个就是传说中的水大缺光通风差。我说花友老花姨，你怎么天天把这个挂嘴边子上？你看哈，植物养花哈，我每天都会叨叨光水土气肥。植物喜阳的，你就要给足光照。你像九里香，你就给足光照呗。用盆呢，要排水透气。你用个这么大的盆，你那里边肯定，我看了一下，肯定是泥土，它肯定邦邦的闷根啊。你还不舍得施肥？你像在内蒙，羊粪、牛粪那不缺呀，发酵的，你用上啊，是吧？拿到室外去养啊。如果说温度在15度以上的话，如果在15度以下，就不要拿到室外了，就尽量在室内，好吗，臭宝？浇水还是干湿循环？好了。我老花一养花最专业，觉得不错，记得点个赞，其他有问题呢，视频下方留言就可以了。咱们下期再见，拜了。嗨。